教育频道开播状况连连，继英语发音之后，主持人华语发音再热议。全国各校从3月1号起分阶段开课。教育部官员回应，学审跨州跨县返校需不需要批准性？当今大马藐视法庭罪臣，政治学者呼吁所有国会议员发挥立法议员的功能，别用不当权作为借口。完整内容请收看2月20号的百格大事记。 晚上好，我是威敏。首先来关注教育课题。教育部高级部长穆哈默拉兹昨天宣布，全国中小学将会分阶段开课。对此，巫统书记主席穆哈默哈山就促请教育部停止对复课以及停课的事宜做出反反复复的决定，因为朝令夕改的决策将对学审、家长及老师带来困扰，包括父母为了让孩子上网课，已经想尽办法购买了数码设备，以及政府才刚刚推介教育频道滴滴TV KPN，又转眼定下了复课日期。他认为，种种政策都是在给民众输送着非常混淆的信号，让人看不清教育部在电子教学上的方向。而说到这个由 NTV7改为国家教育频道的滴滴TV KPN，在2月17号开播第一天，就因为一位老师英语发音不标准而闹风波。 We can see that human reproduce by giving birth. A male and female adults will need to get married before having a child. 结果这段科学老师用英语施教的影片被一名本地电台沙拉越 Hit FM 的 DJ 二度创作，并加以嘲弄。 Human reproduce by giving birth. 但这名 DJ 的失礼行为马上遭到了全网的挞伐，所属电台也宣布展开内部调查，并且暂停了这名 DJ 的职务。而 DJ 也在昨天发布了道歉视频。My TikTok video, it was not funny at all. I will not justify whatever thing that had happened in my video. It was very demeaning, very disrespectful, very distasteful of me to, you know, do such video, and for that I want to sincerely apologize to her. 至于遭到取消的老师，他也在个人脸书承认自己的不足，并承诺会继续学习改进。但作为向全马学子播放的国家教育频道，却选择让没有主持经验的老师临阵磨枪上电视的决定也备受批评。公正党巴央巴鲁国会议员沈志勤就认为，这不能够全怪老师，因为教育部去年开始筹备这个计划，最终却给出这如此令人失望的成品。 而大马儿童理应获得更高品质的内容。一名前大马 DJ 也认为，没有纠正老师发音错误是制作团队的责任，同时也解释正确发音对孩童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另外，也有时评人认同嘲笑老师并非妥当的行为，但这确实暴露了大马教育体系的缺陷，而国人有权也必须对这些劣质的内容进行问责。 除了以上这个视频，在一个探讨SBN 华语试卷的节目当中，主持人华语发音也被当成笑柄。那现在呢，我们就也是会上华文课，但是呢，是C君二啊。 不过稍后主持人在老师的纠正之下，调整了发音，还自嘲了一番。 今天呢，我们就有林老师来教我们啊，系专吗？试卷二哈，对不起啦，以前我在学校常常发梦啦，你看要讲话也讲不好。<笑>换个焦点。 全国各校从3月1号起分阶段重开，教育部官员今天向新州日报证实，需要跨州或者是跨县上学的学生只需要身穿校服，不需要另外申请批准性。至于考生，需要有考试证明以便顺利通过路检。警方也透露，将优先让身穿校服的考生通过路检。来换个焦点。 超过31万剂汇率疫苗将在明天抵达我国，涉及单位已经做出了万全准备，丝毫不敢怠慢。为了确保疫苗安全，马航货运召集了30名专业人士，组成一支特别队伍，负责协调接收疫苗的程序。
马航货运首席营运员穆罕默祖基菲里指出，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而马航货运在接收疫苗方面经验丰富，吉隆坡国际机场也有合适的疫苗储存设备，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了。而警方也会特别安排警员护送疫苗到储存中心，防止疫苗遭到破坏。另外一方面，国家能源也做好了相关的工作，确保全国的疫苗、官病疫苗储存中心都能够获得稳定的电供。国能总传输电网长巴哈林指出，由于疫苗需要储存在-70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当中，因此提供稳定的电供，让储存中心能够时刻正常运作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国能制定了几项应急措施，也就是在数个已经确定的变电站中装置快速恢复电源的自动远程遥控系统，并且已经为疫苗储存中心的变电站和供电处进行了检修。此外，他也指出，国能技术团队随时待命，当局也准备了移动发电机组，以备不时之需。最后来看，联邦法院昨天裁决，当今大马因为读者留言内容贬低司法体制，藐视法庭，罪名成立，罚款50万令吉。对此，政治学者黄进发就促请国会议员检讨现有的法律，避免重演当今大马的案件。他认为，把修法工作寄望在提控当今大马的总检察长伊德鲁斯身上，就像是找鬼抓药方，反而是国会的特选委员会以及国会议员应该去研究和修订其中的缺陷。他也请所有的国会议员发挥立法议员的功能，别用不当权作为借口。另外边厢，75名反对党上议员、国会议员以及州议员今天已经发表了声明，促请媒体从业员、公民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国会议员、总检察署以及司法机构立即进行协商，以讨论公正和以权力为本的媒体指南。他们主张，除了法律所规定的课题，针对各种课题的批评意见以及公开辩论都不应该受到惩罚。今天大事记到此，感谢收看。